欢迎两位哈。大学期间说都是学播音主持的是吧？对，都是学播音主持的。哦，谁追的谁？我追的他。追了多久啊？时间说长不长，也就那么不到一个月，两个月吧。现在都大学毕业了是吧？对，已经毕业了。都做教师了。对，在做教师，就教跟学的相关吧。啊，行，挺好的。今儿来干嘛？想结婚。想结婚，去婚姻登记处跑我们这儿来干嘛？不是，就是我觉得啊，我都求过婚了，现在老是不跟我结婚。就是我在2017年我那毕业那年，我跟他求婚了，他答应了。当时求过吗？求过。答应了吗？答应了。答应就嫁呗。我觉得求婚是求婚，结婚是结婚，两码事儿啊。啊，你咋求的婚啊？你看大屏幕吧，我把视频带过来了。哦，还有视频呢啊。对。我戒指准备好了，我想问你，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愿意吗？我愿意。哎，这我怎么觉得像学校那个话剧社搞的话剧，不像求婚啊？这个我得跟各位老师解释一下这个事儿，就是当时嘛，我们学校也是在做一个毕业晚会，你看当时。是在晚会现场，然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儿，只有他不知道啊。然后就去求婚，本来观众也就可能一两百人嘛，听到我要求婚的消息之后，一传十，十上百，来了三四百号人，把整个剧场坐满了。我觉得当时求婚很成功呀，我也感动得语无伦次，他也感动稀里哗啦，我愿意，老师也听到了，他就不跟我结婚。姑娘为什么不能跟你结婚啊？为啥呀？我觉得我现在还小啊。哎，你看看，2017年不是求婚是求婚，结婚是结婚，这是两码事。两码事，2018年的过去啊，今2019年了，你还不跟我结婚？不是你答应我是不是得跟我结婚呢？他干啥呢？把我当时送那个戒指给丢了。啥戒指？就是我当时求婚送那个戒指。丢了？丢哪儿了？我不知道。丢哪儿都不知道。我要是知道我丢哪儿了，我肯定会去把它找回来的呀。主持人是这样的啊，让我咋发现的？我给他送了一个细的，他倒好，买个宽的、圆的，不一样啊。但那对我来说意义是一样，我虽然没买到一模一样的，但对我来说是意义是一样的呀。他每次说的是强词夺理，你知道吧？哎，行了，人没丢就行了吧。态度对呀，干嘛那么在乎一个戒指呢？就是他不跟我结婚这事让我很头疼。是是是，你真那么想结婚啊？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结婚的事对我很重要。好，他不跟我结婚就算了，你说咱俩不结婚，他真的去我家，当成自己家一样的，两个人就是没结婚干着结婚的事儿。我俩下班以后6点多回到家，我也不会做饭，他呢也懒。他干啥呢？带着我去我爸妈家蹭吃蹭喝。咱俩工作也挺忙，又没时间买菜，又没时间做饭，去你爸妈家吃点饭咋了？我俩没结婚呀，我妈一直在催这个事儿。那谈个恋爱也不让出家吃饭吗？就因为他这么小气，谁还要嫁给你啊？他搁这去我家吃饭，又不是说一周去一次两次，一周7天，可能去个5天半。那你爸妈不会特高兴吗？对啊，我爸妈就我俩你赶紧挺好的，赶紧把这个婚事给办满吧。对对对对对。后面我妈也忍不住了，她说你俩咋回事，她说我亲自问问我这个未来的儿媳妇，问她，她可咋说，我觉得现在很甜蜜，我觉得这种甜蜜不想被打破，我不想走进婚姻的坟墓。我妈当时气得就直接去房间了。这本来就是我的真实想法，我还不能说说我自己的真实想法了吗？不，姑娘你也太嘚瑟了，什么就是坟墓啊？没有，我觉得现在谈恋爱挺好的。哦，就不结婚，反正这么谈着。没说不结婚，没说现在结，他太急了。不是我急，就是这种事情。你看吧，刚刚我妈那个事儿，刚没过多久，还一件事儿，还真没让我妈听到。我妈听到，咱俩就崩了。她后面我俩，你妈听到，为啥你俩崩了呢？因为她就说，我29岁之前不生孩子。我觉得我是接受不来这个事儿。我觉得我现在还是个小孩呢，你现在让我生个小孩，我自己都照顾不了，我还照顾他去？你就拿这个事来压我，我在家可能说不过他。他也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着急结婚，其实。为什么这么着急？我结婚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我奶奶，因为我奶奶现在已经80岁了，我想着在她能够有生之年见到我结婚，然后抱抱我的孩子，
怎么了？跟你商量一年的事儿。那你结婚是为了你奶奶结婚，那我呢？我也要为你奶奶结婚吗？我这辈子只想为我自个儿结婚。不是，能不能理解一下我为什么结婚？那你能不能理解一下我呀？别，不成啊！说说这个平常相处的怎么样？还好吧。你呢？幸福吗？我觉得我生活方面挺不幸福的。为啥？2018年，我当时我开视频工作室的，我当时有2-3个客户的原素材，哐了一下摔地上了。当时后面花了3万块钱，在全国吧找个很厉害的公司，恢复了70%-80%数据吧，但前期我还是赔了7-8万块钱。我当时刚毕业呀，赔那么多钱真的是东拼西凑的才把它还上去。然后他倒好，他当时把我妈都气得进医院了。我真的，我当时我妈现在还是。他干嘛了？我不是我妈给我准备一套结婚的婚房嘛。当时因为地理位置特别好，又拆迁，然后他搁这干嘛？跑去我妈要钱。我问你妈要钱是为了啥？你难道不知道吗？你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你把我妈气进医院了呀，那个事儿，他咋想你？但是我又不知道后果这么严重。他就跟我这样跟我说，他说有钱的时候我开工作室顺风顺水，你就跟我好好的相处。你没钱了，你就问我妈要钱，她觉得你很势利。你让我妈本来对我俩，你当时工作室失败的时候，我对你不好吗？难道我离开你了吗？我说了，我很感激你。我不是说如果说你妈真觉得我势利，我当时你工作室失败的时候，我就应该直接走了。但是我没有离开你啊！我问你妈要这笔钱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因为想让你站起来吗？但是你能不能去跟我妈要钱的时候，你跟我沟通一下行不行？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做的确实让我很难受。我妈当时就跟我说啥，这个女孩别要了吧，外面还有大把女孩。就我妈就现在有压力。那你妈不理解我，你不能理解一下我吗？主持人你看，她总是站在她妈的角度考虑一下，从来都没有站在我的角度为我考虑一下。对，工作上面不好，生活上怎么样？生活上就拿前段时间嘛，她是河南的嘛，当时她那大院里几个异性的铁哥们结婚，打电话给她说，那个你给我回来当伴娘，叫他回去给他铁哥们当伴娘。我觉得这个事儿我接受不了。啥意思？男的结婚还要伴娘？现在给他对象当伴娘。哦，去了吗？去了。去了我两人大吵架之后，我给他朋友打电话，他朋友发了啥话？你自己说你态度好吗？我觉得我挺好的。我说喂哥们，你能不能注意点？你那叫态度好？你噼里啪啦的打电话给我朋友骂一顿，完了之后我朋友给我发了一长大段的话，说你找的是什么男朋友啊，一点都不靠谱，赶紧回来家再找一个吧。如果说你说话态度对我朋友好一点的话，他会对你造成这样的印象吗？但是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他朋友，哎，这事我朋友都要结婚了，你还吃哪门子醋啊？我是不是你未婚夫？我俩求婚你答应了，那你遇到这种事情，人家都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这个事你也知道呀，那你为啥我跟他有矛盾，你要胳膊肘拐着往外？我觉得你就是不爱我了，你知道吗？我没有胳膊肘往外拐，我只是如果说你当时对我朋友态度好一点，他会不会对你造成这样的印象？不会吧？我那态度挺好的。态度问题就不说了啊，就是要结婚是吧？对啊，我觉得你们俩现在真的不成熟，哎，结婚就有点太早了，再磨合磨合吧，小子。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想去争取嘛，因为之前我觉得求婚可能2017年也过去一年多了，我觉得可能他对求婚有误解，你知道吗？所以在我们刚求婚的1周年纪念日啊，我给他又准备了一次求婚。这次有视频没有？这次视频没拍，我一个人单独准备的嘛，就也是准备了蜡烛，也是准备了一束花。我还跟他讲清楚，这一次在2018年把证给领了，婚事可以往后再办。然后他倒好，行，我答应你啊，3个条件。第一个，练8块腹肌，你看我这身材，啊，8块腹肌，你不是为难我吗？第二个，你学会做饭，这做饭哪是一朝一夕能做出来的？没个1-2年时间，你愿意吃吗？对不对？我自个儿都怕。第三个，他说不能碰到手机，我觉得他提这3个要求就是隐晦的拒绝我这次求婚嘛。我要是拒绝你的话，我就直接拒绝了，这已经是对你的一种妥协了。首先第一个，健身。平时我也喜欢健身嘛，然后我拉着他，让他跟我一起去健身，有什么不好？第二个，学会做饭。你一直说我去你家蹭吃蹭喝，那咱俩自己学会做饭，不去不就可以了吗？你连这一步都不愿意迈出去吗？第三个，不让你看我手机，是因为你不要随便拿我的手机给我朋友打电话，说什么噼里啪啦的骂人家一通。你看啥事儿呀？我觉得
他的朋友不支持我，我家里也不支持我，但我如果还不支持，我俩就真的没了。你们俩就这么脆弱呀？他的朋友说句话，你妈说句话，你们俩就没了，就靠结婚就能稳固了？这两人老是太大压力了，工作不顺利。你有压力吗？我还好。他人家没压力啊，他天天回家就是走去你妈家吃饭，能有啥压力啊？那你有啥压力啊？我就想跟他结婚，我觉得我现在先把家给成了再去立业嘛。行，我问问姑娘，你父母见过这小子吗？见过啊。啥印象？反正他是挺上进的，但是觉得我们就是，我爸妈就一直说我还小，我是真的还小啊。啊，你自己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婚姻规划，你是怎么规划这段的？我觉得26左右结婚啊，然后29生孩子呀。你就不担心说到26的时候他跑了吗？跑了我再找啊。就是你是把他吃得死死的，绝不会跑是吧？没有，我觉得这还是要看两个人吧。如果真的是结婚证绑在一起了，那我觉得我也宁愿不要这段感情。哎，你怕他跑吗？跑到还是有点担心的。为啥担心呢？因为他长得太漂亮了，追求者有点多啊。就是把这个证一领的话，晒个官宣就好了。哦，然后再把孩子一生的话，就是这个容颜也不在了。对，所以你是为了毁了他才娶的？不是吧？不捞在网里就不算数是吧？来吧，老师们给分析分析应该怎么做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听两个学播音专业的孩子吵架真有意思哈。要和三观要和，我觉得现在应该再加一个观，婚姻观。我觉得你们俩人婚姻观都不对。你说你都是什么话？你跟我结婚了，官宣之后就没人追了，再孩子再一生，哎呀妈呀，这是要把他给弄牢里面去吗？这婚姻观不对吗？你为什么要跟人结婚？你跟人结婚的原因是因为你立业一定要在成家之后吗？对啊，因为我觉得因为立业之后就不会去操心这些感情上的事儿了。对，所以你知道你们两个的分歧在哪儿吗？结婚是人生的开始还是结束？你们的分歧在这个地方，你认为是人生开始，他认为是人生结束。那他说什么坟墓啊，他会觉得说我自己独立的个体的人生在结婚之后生完小孩之后就结束了，是吧？你会觉得说那才是我的人生开始。都不对，结婚不是把个体的生命结束，而是匀出自己个人的部分的自由时间，放到一个共同家庭的组建和对下一代的抚养上面来。就很简单嘛，他想要在结婚之前先立业嘛，你想要在结婚之后再立业嘛？你们对各自生活的规划不同，为什么不聊生活的规划？为什么要去聊结婚呢？明白吗？你们的分歧在于对于人生的规划不同。你们聊自己人生的规划，聊对于生活的判断，聊我
今年、明年、后年，我的生活想要怎么样，我的事业想要怎么样，我的人生想要怎么样，聊这个嘛，聊什么结婚嘛，聊什么求婚嘛，互相参照一下，看看对方内心缺失什么，看看自己内心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再谈一谈，就这样。求婚的戒指都能丢，就看来这场求婚完全就是一场儿戏嘛。都说了啊，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我觉得有时候把爱捆绑的太过于牵强，我觉得我不应该受我家里的影响，我觉得我还是爱你的。我发我内心来说，我有很多问题，我不能说老是听着我爸妈怎么样，我家里我奶奶怎么样，可能我太小气了吧，也可能我太自私了，不会改的。我觉得几位老师说的都很对，我们两个太幼稚了，还需要成长，真的太幼稚了。请亮灯吧。不是你幼稚，你哭什么呀？23岁幼稚很正常啊，生活不就得摔过来的吗？所以我说你们今天算是第一次摔嘛。女生是感觉到那摔得还挺，男生还浑然不觉呢，也很正常。20郎当岁的人也就这样了。还是那句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不是？挺好的了。
现在请我们的嘉宾朋友一起打开爱的记忆箱，来，请开箱。啊，去吧，拿一下这个记忆，看是什么。女生，你给男生的是什么呀？是一枚硬币。哦，就是我们两个最甜蜜的那会儿，然后这个硬币就相当于是我们两个的裁判官，就是我们两个有什么意见不合，就是靠硬币来，正面是我，反面是他，我是想和这个人掷一辈子硬币的。哦，你那什么呀？一个融化了冰淇淋的包装盒。啊，因为在2018年6月份的时候，我工作室重创吧，出了很大的一个危机。那个时候感觉天它都是黑色的，无数次想过要了结自己。当时他也给我打个电话问我在哪儿，我没有告诉他。当时他围了我们学校找了一个多小时，拿了一个融化了冰淇淋找到我说有我呢。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我感觉天空慢慢都有颜色了。哦，谢谢你们的分享，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啊！谢谢，谢谢。回去吧，祝你们幸福啊！请回，请回，请。